Thank you.
怎么样？你们还顺利吗？哦，看起来没有切割不少腿的。那些信物的线索，你们查的怎么样？残星会居然都跑到荆州耀武扬威了，看来这次动荡比我想的还要严重。不知道，虽然听说过他们，但我对他们一直在研究如何人工诱导产生共鸣。 说什么力量无，他们会将残像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获取力量。那个伤痕，听起来和那些人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。他，并没，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。没想到那个村子里，你们把消息同步给我之后，我去查了治安署的。后来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贩子。不过，你们提到的那个小女孩，看来确实是伤痕把那个女孩带走了。嗯，如果我们能抓到伤痕。 哦，我实在搞不明白伤痕甚至在那儿散布了一些误导的信息。漂泊者的意思是残星会想把漂泊者引向其池村，通过事件向漂泊者传递一些信息。令尹反而为后，是在提醒。令尹事先此举是在提醒你，残星会恐怕早就盯上你了。 这又是为什么？是，令尹如果事先怎么了？曾改变过荆州历史的人，如果这些线索，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，还是那个能生吞残像啊！这莫特斐先生说过，十二时辰，未时朱雀。那漂泊者现在试试。 鬼轮外圈代表的是时间，我们要将正确时间对准去。看来未时是正确的信息。鬼盘中央四角东为青龙，西为白虎，南为朱雀。哇！ 真的解开了，厉害！啊，是不是我们不能看到？快，洋洋，我们背过去，背过去。没事没事，你先看，你先看，快看看上面说的是。是黄龙特有的数据库名称，它的所在之处是个秘密。 听说可以说是黄龙的数据资料命脉，自由时期由穗主掌管。听起来像是边庭的保险库。在那里获得的信息是最漂泊者如果能从黄榄类书中了解自己的身份，不漂泊者的过去，一定是跟荆州有关联。那漂泊者的身份，恐怕不简单。对荆州乃至黄龙来说，曾感觉我们是不是误打误撞结识了什么了不起的超级大人物啦？怎么了，漂泊者？是日晷呀，是荆州的政治中心，在地理上，建州时边庭是最早建立的。漂泊者为什么这么问？嗯，明白明白。 不用担心，洋洋，跟令尹会面，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吧？放心，放心。好，漂泊者，我们等你回来。
毫不意外，看来那边就是数据库的入口了。有一部分建筑被隐藏在水下，是以水位升降隐藏路径的机关。看来谜题还在继续，先去中间那个设施看看吧。原来如此，这个控制台的确是类似于，也就是说，补上缺失的五个音符中的数据。供音台后面似乎有什么声音。这个音符中的数据应该是缺失的音律之一，把它接入供音台试试。果然，谱台中的一段音律被点亮了，那边的龙鼓似乎能够敲响了。从水下升起的龙钟，鸣钟寻途。原来如此，新的通路出现了，接下来是那边吗？偏庭之中出现了残像，并非实体，是数据投影的守卫，但即使被破坏，也没有启动完全警戒模式，只是除去守卫，这里也有些太过安静了。这是关于下一个，似乎在西边。第二个音符也找到了，把它放回去吧。水位下降了，东西方各出现两个龙骨，其他阴湖的线索应该在那边，下去看看吧。意外的发现，看来这边才是正确的通路。精准但点到极致的指引，果然是那位令尹的风格。另一侧的龙骨也解锁了，保险起见，在离开这里之前去看看吧。那边传来的乐声是音壶，果然在这里。先解决守卫，边庭重地，况且是黄龙的数据命脉，居然只靠残像投影守卫之手。第三个音壶也到手了，回到供音台吧。有新的平台升起来了，鸣钟寻途，去接通道路吧。
集中弹群，是事件。哦，是阴狐的声音。这是第四段缺失的音律，快要接近尾声了。水位完全退下去了，剩下的是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还真是盛大的欢迎。所有音律已经集齐，回到观音台吧。这样一来，通往数据库的大门就能打开了。这里就是黄蓝泪树，传说能够解答一切的数据库，空无一人。在等他赴约这段时间里，感谢你的带路呢，漂泊者，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，包罗万象，无所不有，真让人想从里到外一点点挖干净，然后摧毁殆尽。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我的出现呢，漂泊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是个圈套。有意思，你们不会真的以为这样能困住我吧？别想逃。我很想留下来陪你们玩一场，可惜朋友们，再会了。别想，就这样离开。
破绽百出。只知道我跟在你身后了，漂泊者。我的幻境需要里外联合才能打破。你和精灵影提前联手，我可是有些伤心了，真是受人欢迎。漂泊者，你没事吧？当然没事了，我哪里忍心真的伤到他。漂泊者，而你选择我，我将知无不言。哼，原来如此。看来令影大人，那作为你们的成果，我很想知道这一切谋划是什么时候完成的。
三日为期，看来你我都未食言，请容我正式自我介绍一次。我是金溪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漂泊者。之前确实意外缠身，匆忙之间只得留下信物，怠慢贵客，实在抱歉。荆州的岁主现在不在荆州。是的，岁主是文明的引导者和守护者，亦代表了文明本身。岁主不在位，则残星会困住了荆州的岁主局，而此前是的，因此我与爵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感，他的记忆、感受及处境会反映在我身上，虽然并不会那么清晰，并没有。我能感受，残星会想要提前悲鸣，引发灾难，而残星会的会间伤痕踏入荆州这片土地，有三个目的：跟随并测试，招来你加入他们，带走岁主。我想，他们也已经通过某种方式知晓你。如果你拒绝加入残星会，那他们可能不会允许你这样的变数影响他们的计划，你的安危会受到威胁。我现在倒是有个办法可以捉住伤痕，如果你愿意协助，我会在行动中确保你的安全。感谢你的信任，不过看来这段时间你已经通过信物知晓了很多的信息。不愧是现今荆州的情况远比人们所看到的更加严，民事即将再次，他们是文明的敌人，我们尽力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。是的，漂泊者之前打败且吸收的残像无关者，是具象化了战争行为本身的残像，战死者的怨恨，偷生者的恐惧，构成了无关者的全部。无关者是拥有民事力量的残像，如若说荆州作为黄龙的关口，文明的脊梁在于不败的意志及抗争精神，那荆州的心魔则是无休止的战争及恐惧。而你不仅可以肉身吸收民事残像，还能与残像产生共。在历史记载中，有一位能够肉身吸收残像的英雄，这个人或许和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没错，但是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判断，也是绝对我的指引。云林谷里那座没修完的雕像吗？这样吗？那可以和我说说吗？如果是和爵有关的话，我应该会有所了解。漂泊者，你所说的这些，我之前应该有和你说到过，我和爵可以产生共鸣。你所说的这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，但是爵经历过的。我曾在共鸣中见过类似的影像，也就是说，这段记忆碎片极有可能是真实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曾与爵并肩而立，亲密无间。相比普通人，共鸣者虽然长寿，但是你身上的谜点还有许多，时间尺度倒不是最令我惊讶的。这个可能需要你自己去寻找了。觉或许明世苏醒，内忧外患，一切都与曾经黄龙古老历史中的那次危机如此相似。也许这就是你到来的原因。不，我从来没有寄希望于有从天而降的英雄来替我拯救荆州，我只想让你了解自己的过去。毕竟如果你愿意为荆州出力，我会很感激，但我不想通过让你了解自己的过去以此为理由去做出要求。
荆州的人民是我的子民，自然也应该由我来亲自守护。这不仅是我的自信，更多的是我对荆州的将士、荆州所有恪尽职守的人民有信心。弄清自己身份后，我相信我很感激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不论曾经，在这一切尘埃落定后，如果你需要帮助，也可以随时告知我。这是只属于你我之间的秘密。伤痕，你已在黄龙境内犯下数十起重罪，我现在以金令尹的身份将你逮捕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想说的，我倒是很想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但我相信这并不是你们想要的。尊敬的令尹大人，无聊的开场白就……既然如此，接下来的事……那么你们想要知道些什么？诀是能够预知并修正未来的岁主，而我们想要做的……那么你们想要知道些什么？灾难、诅咒、天罚，这悲鸣带来死亡，带来毁灭，他们在悲鸣之中不断……那么囚禁诀，唤醒冥世，加速悲鸣，也劝你们收起招揽漂泊者的这份心思。好一份冠冕堂皇的说辞，明师的复苏近在眼前，荆州早已……既然我们能够粉碎你们的计划一次，那我们同样也能够做到无数次。最后一个问题，牵制诀，跟踪，除非如对于你们的问题，我已经拿出了我全部的诚意，你们大可试着来用尽全力阻止我们。现在我倒是……你们始终认为诀的失踪是由我们的行动促成，令尹……关于诀，你知道？想知道吗？来，令尹大人，这个秘密……放肆！令尹大人，意外吗？惊讶吗？更加出人意料的，如果我说这是诀早已做出的预言，你会怎么想？能够洞悉未来的岁主却在此刻抛弃了你。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即将燃起的雄……我们来打个赌吧，漂泊者。我知道你一直在寻找有关自己身份与过去的线索，至于我所能告诉你的，则是……小心！你是能与我们并肩的黑羊，拥有与我们一同走入这个新世界乃至改变这个世界的权利。等到你发现关于你自己真相的那一天，你会义无反顾地加入我们。残星会永远会为你留出一席之地，而我真诚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。抱歉，漂泊者，伤痕所说的关于觉得究竟是他离间人心的障眼法，还是觉是荆州的守护岁主成？虽然最终的决策权仍在令尹手中，但如果没有觉，仅由我觉有着预知未来的能力，他的决策可能不一定正确，但一定是最有益于黄龙的决策。觉的用意，另外漂泊者，暴雨逆流之时苏醒，是的，但也正是因此
绝技安明，我明白。不知你是否听说过，他们是当今世纪在你苏醒的那一天。但你可以放心，他们虽然神秘，黑海岸的成员，现之前也是因为有他们在暗中牵这朵黑花，便是能在如此张扬的行为之下。这张照片你可以留下，在绝回归之前。漂泊者，你怎么了？果然，你的过去，如今你的一举一动，都可能在被。若能找到黑海岸的成员，也能为自己多添一份。我也一定会尽快将其寻回，这是我与你的约定。一言为定。小华，运营大人，我在。我需要离开荆州一段时间，这期间，我明白了。不必了，此番离开，我成离大人要准备启程上京了吗？可之前中区台地遇袭一事毫无征兆。先前中区台地一事，我们虽早已提醒过票，如果再次遇到伤痕这般难缠的敌人，他终相信我，也相信那位。我明白了，令尹大人，不论你做出怎样的决定，只要你需要，我随时都在。审讯和会面都已经结束了。伤痕需要的听众只是荆州的令尹与那位重要的客人，既已知晓他的目的，那随他心意。那位漂泊者读懂了你我寄托在信物上的全部意图，你这么繁琐隐晦的方式，恐怕也只有那位漂泊。莫现乎隐，莫显乎微，那位只要他按照绝所言前行，我们总会相见的。所以关于绝，伤痕对你说了些什么？绝预言他与我之间必有一战，这一战还真是出人意料。与绝交谈时的种种细节，还有他留下的讯息。是吗？你最后是程霄山。绝第一次出现的地方，亦是此为连环劫，举棋不定。我明白，事关荆州。从伤痕口中听到此事，并无影响。伤痕的话，我是绝亲自选定的令尹。或许他想要令我明白的，并不在于我与。既然如此，我要做的事情没有变化。是吗？今起秋毫之末，会于泰山之此行，我必须独自前往。甚好，既已行至中盘，这次我便做你的棋。无论这次危机是否跟以往都是棋者，又或是一枚棋子，又有谁能分得清明？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去完成我必须做的事情。
生性合一，意志忠实。之际不要犹豫，有点扎手，以我为刃，握我头皮，速速凌霄。埋没前不算行，速战速决，生性合一，意志忠实，和我同频，前方起势。